你好，欢迎收看5月21号的管理侠新闻，我是陈慧琳。新北市政府与金山金包里慈护宫将于24号盛大举办北海岸传奇妈祖文化祭，号召万人陪同慈护宫妈祖从金山回到野柳娘家，也邀请大家一起走在北海岸美丽的海岸线上。民政局表示，北海岸传奇妈祖文化祭活动从24号的妈祖绕境揭开序幕，来自全国40家以上的参展宫庙，超过100个阵头行舞，将群聚北海岸迎妈祖，在金山全境大绕境，队伍在上午9点从金包里慈护宫出发，欢迎民众一同见证此最盛大的宗教盛典。这个妈祖原本被发现的地方是在我们这个野柳万里的这个野柳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妈祖洞里面。那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整合了40家宫庙，而且把过去由这个车队的绕境改成用走路了，这个非常特别。因为你看，在中台湾也好，办这个妈祖的绕境也是走路，可是他们绝对不会走在我们这么漂亮的北海岸哦。大家可以一边走北海岸，一边看这个很棒的风景，而且得到很大的这个抚慰哦。此外，这次也集结了北海岸市区著名的地方名产，让民众一次试吃购买。而活动中还会邀请500对夫妻共同参与，希望夫妻同心协力，互相扶持来走人生道路。参与的夫妻将于妈祖洞前进行合十幸福仪式，并获赠由金包里妈祖加持的夫妻幸福牵手环，欢迎夫妻报名参加。所有的那个妈祖庙，平常讲，就是在我们那个渔民里面的是最多的。而且拜的是最多的，各位可能不晓得，我们的新北市的海岸线有126公里，5个区域会，30个渔港，总共的渔民有登记的有44000多位，所以你只要渔民的话，第一个就是拜我们妈祖，你只要出海的话，一定拜妈祖。这一次我们特别整合北海岸还有全台湾总共40家的这个宫庙。一起来举办这一次的二妈回娘家的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因为大家应该都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个慈护宫就是我们北海岸最重要一个信仰中心。民政局长江俊廷表示，金山金包里慈护宫的李妈每年都会回野柳的娘家做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也是地方上相当重要的庆典活动。记者凤强，市府长报道。